过日月山，又是一重天。日月山以西，旷野千里，牧草萋萋，一派草原风光。日月山以东的黄河两岸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山川秀丽，物产丰富。撒拉族人民就聚居在中国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两岸。族现有人口8.7万多，信仰伊斯兰教，绝大部分居住在中国青海省东部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。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，同时兼营牧业，有自己的语言，通用汉文，口头文学丰富多彩，尤其是青年妇女很富有音乐才能，他们唱的花儿普遍有颤音，婉转动听。撒拉族人在体质上仍保留着许多突厥人的特征，他们身材高大强健，面部长而呈红色，鼻梁高，眼睛圆，男子多发，留长胡须，具有刚毅果敢、习武善射的民族性格。撒拉族聚族而居，血缘关系较近的人家居住在同一区域内，居民多为木泥结构的平顶式房屋，四周有土筑的围墙。喜欢在庭院内培植花木和果树。小麦、青稞、荞麦是撒拉族的主食，其制作方法颇为讲究，用馒头、面片、拉面、炖锅馍、散饭、搅团等许多品种。
食为牛羊鸡肉和各种蔬菜瓜豆，逢有节庆或宴请宾客，则炸油香搓馓子，吃手扒羊肉和烩碗菜。萨拉族人嗜饮奶茶和麦茶，每家都备有火壶和盖碗等茶具，十分讲究制茶方法和饮茶礼节。族的服饰与回族服饰大致相同，男子头戴白色或黑色圆顶号帽，夏天爱穿白汗搭青衫衫。冬天呢，喜欢穿皮袄。老年男子喜欢穿两侧开叉的长衫，做礼拜的时候头缠达斯达尔，也就是缠巾。女子头戴盖头，少女和少妇戴绿色的，青壮年妇女戴黑色的，老年妇女戴白色的。年轻女子喜欢穿颜色鲜艳的大襟上衣，外套黑色或紫色的坎肩，下身穿长裤，脚穿绣花鞋。中老年妇女多穿颜色素净的大襟加棉长袍。萨拉族妇女还喜欢戴戒指、手镯、耳环等饰品。萨拉族民间传说以说唱为主的口头文学，包括神话传说、故事、寓言、谚语和萨拉曲、宴席曲、花儿等多种形式。关于萨拉族先民辗转迁徙的传说，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。萨拉族民歌内容丰富，音调高亢悠扬，节奏自由奔放，深受群众喜爱。民间乐器以口戏最为特色，口戏一般以铜或银制成，长不到半厘米，小巧玲珑。吹奏的时候音量极弱，音符起伏也不大，但是声音如泣如诉，缠绵动人，为萨拉族妇女所钟爱。整套固定程序。
包括请媒人择日订婚、送聘礼、请阿訇致结婚训词等等。举行婚礼的过程中，还有挤门、对尾、摆针线等独特的习俗，为婚礼增添了欢乐的气氛。萨拉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，虽然教派众多，基本信仰并无差异，只是对教义教律的解释或在礼仪的细节上稍有不同。与回族、东乡族、保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相同，萨拉族穆斯林严格遵守念，也就是清真言，礼也就是礼拜，斋是斋戒，课是那天课，朝是朝觐，五项公修。过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圣祭节、开斋节和古尔邦节。清真寺遍布萨拉族各个村落，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。居住的地方山路崎岖，黄河水急，过去多以驴、马、骡等牲畜做路上的交通工具，靠羊皮筏子和木筏摆渡。如今仍然能看到勇敢的萨拉族人驾驭着羊皮筏子乘风破浪，往返于滚滚的黄河之上。萨族人民自迁居寻化一带以来，与周围的各族人民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，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，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。
哎呀，这家人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面对新一代的发展机遇，撒拉族人的憧憬与豪情澎湃激昂。四花这大路上，哎呀呀的好。